在疫情之下，其實我覺得每一家餐廳都捱得很辛苦啦。希望就是每一家餐廳都可以捱得到這個疫情，可以一起走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90 Stacy 的負責人阿玲。我們餐廳最主要是賣西日 Fusion 菜式。疫情對我們餐廳其實都大影響，我覺得不只是我們，對我們同行其實都很大影響。最差最差，我記得我們試過一次，真的全日回到來，我們幾個在打機打足全日，可能全日真的100元生意都沒有。在第一波疫情出現的時候，我們就打算卻一卻步先，之後見開始緩和了， OK 了，那我們就博取了，就打算開多一間新的分店。因為成日都會有客人會說我們即地方不夠，成日都 book 不到位，或者成日上來等都要等很久。夜食方面，其實我就會特登揀咗一啲明太子啊、三文魚啊、蟹子啊呢一啲咁樣嘅日式嘅元素，會擺咗落啲嘢食到咯。即係大部分年輕人都會好中意日本啦。呢度原本嘅裝修我都係參考一啲日本嘅 cafe 啦，最主要都係簡約為主啦，同埋用一啲大自然嘅元素擺入呢間餐廳度啦。買得最多的是日式鰻魚蛋包飯、明太子意粉、懶人包、啤酒薯條。最主要可能我們的價錢會比較平民，比外面便宜一點。我想明太子這些都是外面比較少吃到的意粉，都會吸引到客人來吃的。我們在旺角區就會做一些外賣自取，外賣自取就會全單做九折。我希望的就是疫情之後所有同路人的小店啦，都會捱過呢一場疫情，一起堅持下去。香港人加油！